咸片打格仔好玩，打到眼都盲。究竟点解咸碟系有格仔？惊太咸湿啩？咪以为打格仔呢样嘢好简单啊！台湾苹果日报之前派咗两个员工应征后期制作助理，将翻嚟嘅片由薄格变厚格，睇下呢份幸福即缺系咩一回事啦！我以前在公司当员工，上课前带一个东西就拿回去制作，这都是你想想的，大概十分钟的情况。百几蚊港纸一粒钟，仲可以一路睇 A V 一路打格添，都算系顺工啊。不过你咁样谂就错啦，搞嘢动作大，不时要就住佢哋嘅动作嚟打，要打格嘅地方又多，仲要做到一毛不露。五分钟嘅片，记者啊，剪足两日啊。有个女大学生仲话，佢试过崩两个钟嘅片打格，打咗十日先搞得掂啊，所以打格打到眼都蒙啊。所以好多人试完工都唔嬲。半年嚟已经有超过200人面试啦，但个个都做唔长，因为除咗顶唔顺之外，仲有唔少人将条薄格片 copy 翻屋企之后就辞咗职啦。